上去，然后要来找二三，啊，看到了，这个还不错，整个都挺好的。对，跟高铁站八十七分像，位置再小一点哎。车上就是要吃早餐，这个是之前买的，在一家糕点店买的。正常店好像是苹果派之类的，我觉得我买太大个了，所以根本吃不完。对啊，反正就买了嘛，就这样。因为还能跟他们沟通，然后这种是一个超大的，然后你说要多大，就他就比，多大多大多大，那其实我也看不到，那都被柜子挡住了。然后就、哦、好好好，就切这么大块。我发现我没有筷子叉子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吃，只能用手抓。嗯，这块有点像酥皮，味道有重。甜的但不会超级甜，然后有一个香味，有一个应该是苹果的香味啊。其实它不是苹果，它是那个陈皮，里面是有陈皮的。刚刚拍不到，对，好拍不到，如果它是陈皮，所以其实是柳橙口味的。都绿绿的，这个季节应该就是这样，都是绿绿的春天吧。都是大部分都是绿意盎然。好了，还有一些地方很少。其实他们发音叫做 Firenze， 对啊，人好多、哦、啊，现在要去民宿放东西。其实这车站小小的，这 Firenze 不是应该是很大才对，怎么那么小？就是爬到旁边，就是沿着车站就是有的轻轨是。看起来，这种哎，轻轨对，根本就是一个，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专业民宿，两个 share bedroom， 然后一堆房间这样子，房其实就什么都没有，对啊，就不贵，就是这样，它就是一间，然后就是一个床，然后外面一个小阳台，看一下，其实小阳台没什么用啊。可能当初格局就是这样吧。对，这是个住宅区，先去吃个午餐，买个午餐吃，然后再去什么飞猪美术馆。对，然后刚刚房东其实都讲了啊，懒弄，反正他给我一份地图，然后讲了要怎么走，就是附近整个佛伦斯很小，然后他说建议全部都用走了就好了。对，其实里面也不能开车啦，对，所以这样也好。对一个旅行，对一个没有车的人来讲，啊，赶去找吃的比较要紧。中央市场有一个什么牛肚堡很有名，我带来找找看。你说又便宜又好吃之类的，还不是假的，是一个市场，真的就是一个市场啊，卖鱼的。干，我觉得全世界市场长得差不多，可能比台湾的干净一点吧。就这样，其他都差不多。有名的牛肚堡，真的是这一个小角落不好找。四块，我看网址写3.5，应该是涨价。然后这牛肉看起来超有的。就是个夜市食物的 feel 啊，超肥的，它有两种肉的样子，对对，我点了其中一种，还蛮大一个的，对，一边走一边吃，没时间要去胡志飞美术馆，肉超肥，很香，好像有点台式味道的 feel。啊，这样会红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就是很不健康，然后很香。我觉得台湾食物在这边用应该也红，如果是挂包什么之类的。原来是教堂前面啊，这佛罗伦斯那个大教堂，超多人。很少好笑的人，怎么可以这么多人？就是上面很多那个复制的雕像。我刚把牛肚堡吃完，先。嘴巴都还有东西，你看这复制像。其实蛮大的，对吧？真的不在这了，真的在另外一个博物馆。这应该是那个吧？为什么自己要拿自己头？奇怪。